现在我们在的地方叫做大明门桥纪念馆，那它现在左边看到的这个汉堡非常的有名，如果来到这里的话，大家可以来吃吃看这个汉堡。那我们一起进来看一看，它里面这里都会卖非常多的洋葱料理，那里还有卖新鲜的洋葱。这个洋葱一袋的话是日币648，应该非常的甜吧。现在在我后面这个是在淡路岛上非常知名的柑橘娃娃，那它这里玩一次的话是1000块，你可以先去右边左边这边结账，结账完之后就可以来玩一个这个，可以把可爱的娃娃带回家。我现在拿着这个洋葱头去跟那里的大洋葱拍照。适合吗？来到淡路岛一定要啃这个大洋葱拍照哦，这是这里的名物。这里投500块可以挑战6次。开始。这里吗？好笨，好笨！来这里交换一袋，哪里要这个袋吗？500块换一袋洋葱，蛮大一袋洋葱，好香哦！嗯，来这里拍照。看这根这个洋葱，哇！对，还有这个秋千。它这里的洋葱原本要卖648块，那我们花了500块就夹到了哦。拿到我们的餐点了，它这个餐点的包装超可爱的，这里还有印一个洋葱，那我们的餐点就在这个里面有洋葱的汉堡，还有洋葱圈，还有一个饮料，它后面这里还附设了一个那个湿纸巾，我赶快来吃吃看。来淡路岛这里一定要吃他们的汉堡，现在来吃吃看，我们这个套餐是1550元。嗯，它
它中间的这个炸的是炸洋葱，哎，超甜的，来吃看上面的肉。它上面的肉，这个肉好像是鸡肉的样子，但我觉得它的洋葱的甜味大过于鸡肉的甜，然后它上面的酱，白色的酱有点像，焗烤奶酪的那种酱，我觉得搭起来蛮好吃的。它这个饮料就是酸酸甜甜的，然后有点像，就是汽水，然后是有点那种柠檬香，酸酸甜甜的。这个我蛮喜欢的。那我来单吃它这个，这斗里面还有两个这种洋葱圈。超大一个洋葱的，这种他们家这个洋葱圈超甜的，是我吃过蛮好吃的洋葱圈。现在到的地方是名门公园。那名门公园这里呢，它有分好几种套票，有这种展望台或者看这个沃德道，还有到大名门桥架纪念馆的话是日币1200，然后或是这个展望台和沃德道的话只要700，看大家想要去哪几个馆看看。它这里有帮你写预定的时间，这个是3个小时，这是2个小时，那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。这边再走350公尺就可以到沃德道。它入口处在这边。进来之后，左手边这里有置物柜。买票在前面这边。大明门桥连接德岛、名门与淡路岛，分别为上下两层，上层行车，下层行人，总长约1629公尺的大桥，共有450公尺设有人行步道，其中还能从海拔45公尺处向下欣赏海中奇景，也就是最大规模的漩涡，是来德岛必访的景点。现在要来开箱在淡路岛住的乐天的 villa。那乐天呢，目前在日本总共有40多家的饭店，非常的大，那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。我们这次所住的是105号房，到这里它就会清楚的显示说这里是105 106 107 108，然后有101。那我们这次所住的就是右手边这一间。一进来之后，你预定之后，他会先给你一组密码，输入密码之后就可以进去了。一进来之后，这里有放一个平板，需要输入个人资料之后登记入住就可以了。那我们一进来之后，这里是厨房，非常的大，来看一下。
这里附有三个火炉，那下面呢还有一些锅子、锅碗瓢盆被你使用，还有高脚杯啊，一些大的锅子都可以做使用。那再转过来，这里有一个冰箱，在这里是微波炉、烤箱，还有一些餐具都可以拿来做使用的。那我们转过来这边，这里总共有三个门。第一个门在这边，这里是一个免治的马桶。那转过来这边，这边有一个淋浴间。那再退回来，来我们第三间，这是什么呢？打开，这里面有两个梳化台。那这里的牙刷都是用乐天他们的，哇，乐天真的超厉害的，全部都是乐天的。转过来，这里有一个浴缸，那连沐浴、洗发、润发都是乐天的。再退回来，去我们另外一间看看，这里真的超大的。我们另外一间就在这边。走出来之后，这里有一个户外的空间，这里有附设一个可以让你烤肉的，然后抬头这里看，可以看得到蓝天，晚上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星星。那我们转过来这边还有一个露天的浴缸，超厉害的，它是按摩浴缸哦，可以看一下。既然是有没有超chill的呢？转过来这边是我们的房间，它房间两侧是分开的。那一进来这边有附设三个双人床，然后还有三个单人床，一共可以住九个人。然后还有一个超大的沙发，你看这里。这里还有一个投屏，如果你想要看电影啊、电视，都可以把这个拉下来。然后可以在这里看影片。可以来这里看看我的影片哦。那房间里面还有附设一个洗手间，这里里面还有一个免治马桶，你晚上想要上厕所的时候就不用跑出去上厕所了。那所以这一栋呢可以有两间厕所、两间卫浴，然后可以睡到九个人。对，那我们再去楼上看一看，楼上还有东西哦。上来这里之后就是我们的顶楼，这里一共有两层楼。那我们转过去这边是一个海水浴场，然后前面这里有一些稻田啊，可以在这里放松。早上时间快要六点的时候，想说带大家看一下二楼的样子。二楼的海边现在应该蛮漂亮的吧，从这里就可以听见海的声音。我们昨天在这边隔壁几栋看到蛮多日本的那种，应该是大学生吧，他们也来这边烤肉。这里觉得蛮适合朋友啊或是家人一起过来这里玩的，空间真的非常的大，然后该有的都有，床也给的蛮多的，可以住九个人。
我们现在要 check out 了，那我觉得昨天的体验非常的棒，它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餐厅。那我们昨天已经体验完乐天 Villa 的体验了，我觉得这里真的非常棒，除了有两间厕所两间浴室之外，它还有一个超大的厨房，中间的部分呢还可以让你烤肉，那这里还附设有一个露天的泡澡区，这是让我非常喜欢的。那这次我要感谢乐天让我来体验他们的 Villa 体验。那他们现在在全日本总共有40多个据点，都是在热门的地方，如果大家也想要跟我一样来乐天住宿的话，我会把连结放在说明栏的地方，大家如果想要去的话可以去那里看看哦。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我们淡路岛的一日行程吧，出发。现在我到达的是淡路岛西阿瓦西 Pancake 的本店，那现在我们已经排队大概排了10分钟了，等一下终于要进去了。在这里吃蛋糕可以顺便看到淡路岛的海景，真的是非常漂亮，那我们等一下一起进去看看吧。我们要下来了，先来跟这个亮医生吗？坐这里吗？很不错啊。我们现在到达的是 CLC Pancake 的本店，那我们点了一个春天限定的樱花 Pancake 来试试看，它这个 sauce 是粉红色的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草莓花瓣，草莓花瓣不知道是什么，粉红色的草莓花瓣，嗯，有点软软的，也不是巧克力。他们家的 Pancake 真的是我的第一名，它这个粉红色的 sauce 吃不太出来什么味道，但是它的 pancake 一样的 Q 弹，但我觉得他们自己的本店的 pancake 好像稍微小了一点点，然后这个应该是红豆，对，这个是红豆泥，这个红豆泥是煮的非常烂的这种红豆，那我来吃看加了冰淇淋的，我从之前就非常喜欢吃加冰淇淋的，嗯，你觉得这个 pancake 还是要加冰淇淋，就是冷热混在一起然后在嘴巴里面融化，这样非常好吃，你看看后面的淡路岛海景，这一家本店真的是蛮多人的，如果想要来这家本店吃的话记得先预约哦。